早一点啊。上车吧。哎，感觉哇，窒息了感觉。哎呀，好凉。说真的，还挺期待看那个日出的。日出也是希望。对，我们现在需要前往冬季广场。冬季广场。哇，应该走过了最东端，对吧？冬季广场看第一缕日出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，你不觉得吗？跑到中国最东边的地方，那个鸡嘴尖上，然后跟一群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爱的人去看第一个阳光，就迎接新的最早的新的一天。哇，我觉得很帅，我也跳在这个最冷的时候。这个为什么有这种动力来看，这就是爱情，对不对？把这一瞬间留住。爱情。哇，好冷啊！冬，耶、yeah! 哦，帅，太豪迈了！我突然好想奔跑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来来来，哥六个，哥六个，照合影去，照合影了。等等，聚拢一下，让拍照，让拍照。3、2、1，快影！一，耶！那个手好疼啊！什么叫运动一下？哦，好冰都好痛哦。因为他没有办法。太冷了，西北真的太冷了。冬军应该是好一点吧？对，你应该还习惯了吧？对啊，我习惯了。我第一次碰这么冷，我第一次。真的吗？第一次。外面太冰，你眼睫毛已经结冰了。对啊。有吗？我眼睫毛是白的吗？真的，你眼睫毛全白的，你没看到吗？特写他眼睫毛。赶快，华少，你的梦想。我一直在等，你就看我一直在静静等待，为了看这个。同志们，眼睛都结霜了。对啊。至2000万人。过吉祥年，喝王老吉。本节目由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。清风渗进雨点，青山仿似你。没事吧？今天看到这一出，让我
要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十七岁到今天，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的，就是再次证明所有的美好都是要付出代价。但是如果你不承受这个代价，你就永远看不到那个美好，你就永远迎接不了那个美好。我觉得其实这才是所有美好最大的价值，就是一路上我们所有克服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。对，我们十七岁青春不会退，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， vivo X9 邀您收看。我们来到了武当山，来开始武侠拜师圆梦之旅。我已经开心发作了，哎呀 ，party party！ 四，五，好，哎，你闭嘴！哇，登录微博，我们十七岁，观看节目精彩花絮。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、界面新闻、澎湃新闻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腾讯新闻客户端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一点资讯、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网易 Laughter、百度百科、贴吧娱乐、全民星探、搜狗搜索、搜狗输入法、暴风影音、天涯社区、偶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们。